好，我是金阳，把这个大老粗和小狗王关到一起了啊，隔壁呢，在那。嗯，为啥呀？因为那天人家外边种地的时候，荡起来那个粉尘，这家伙吸了之后就开始咳嗽，连续的就是一直咔咔咔吐那等小白沫啊。正好呢，他也咳嗽，我直接。就关他这就行了，打两天针，啊！我刚才他俩叫疯了，搁这儿他俩叫半天，你不嫌累得慌啊？啊，累吧，一会儿脖子那少打点。嗯，你要不勒住他，你针剂就不好打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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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动！看我们老粗打针怎么样？呀呀呀呀呀！哟，就这一针呢？就这一次就行。没动，我给你摘下来啊。我们老粗基本上接近痊愈了，再巩固。嗯。很多人说这个小狗王脸上是二牛咬的，不是家人们啊，这个是蚊子咬的，好几块呢。一开始我以为是皮肤病呢。啊，我后期我一发现，哎呀，这地方看没？还这眼边上全部都是蚊子咬的，啊！我这两天这不是去买些就是那种杀虫剂，给它往窝里，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给它喷一下。对，嗯，喷一下它这个身上就没有啥。咱喷点花露水呗，人用的花露水估计也管。那是防蚊子，都是防蚊虫啊！对对对，那到时候今天晚上整一下，到时候试试。别动啊！狗王打针也还行，就是不拴绳子怕它挣脱，一挣脱的话就是扎到肌肉里又该鼓包了。我是想出门了，回头一看，一听他俩打起来小狗王搬到大老粗隔壁啊，他们两个说不定哪一会儿就干起来了啊，就这样对咬啊。其实咱们大家以前也说过，就是让他们两个挨在一起啊，也让他们两个不能把彼此给忘了，激发自己的性格啊，这也是好办法。这不是让他俩来了这几天之后，几乎是怎么说呢，一天得有好几场。这不是我刚才给他打完针吗？我站在小狗王的那个窝里边，就相当于给他助阵了，啊，他开始叫唤了。哎，我走了之后，我上那个哪儿，大老粗这窝里，大老粗刚才也是站这儿，给他就相当于给大老粗助阵了，他俩就开始对咬了。嗯，我要是在我外边去干活的情况下啊，他们两个看见我站中间的时候，也是这样对咬，让他这俩活动活动嘛，这样。一叫的时候能把这个火气啊全部给它吐出来，嗯，这样对它这个咳嗽也有好处，把痰都吐出来，嗯，叫唤叫唤吧。